我觉得二 AT 基本上已经进化到一个程度，是一个可以无脑就直接会上手的。里面呢就有多光束智慧型数位头灯，哎，这头灯盖里还它有动态的迎宾投射功能哦。你眼睛一放电，哎，欢迎上车。我的 AMG Line 的内装还不用加价 ，Napa 真皮平底的跑车方向盘，有这个金属编织的饰板，不加价选配，听了开心，对不对？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钟，东方卫视《跨界大赢家》。